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温哥华天空新闻。今天是11月29日，星期三，我是伊萨。员工揭秘关于折扣和退货的六件事。如果你经常在 Costco 购物或考虑加入会员，那么关于这家批发零售商的折扣和退货政策，有很多你可能不知道的事情，而这些信息可能会改变你的购物体验。最近，两位 Costco 员工揭秘以下六件事，可以让你在消费和退货方面获得最大的利益和实惠。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退货。店员透露，有一位顾客退回了一个7年前买的枕头，因为觉得不舒服；还有人退回了一盆假植物，因为他们一直在浇水，却不知道它是假的。对于电子产品，顾客可以在90天内退回不想要的商品，但是对于大多数产品，退货是没有期限的。有人甚至退回了2年前购买的短裤。如果退货过多， Costco 会对你进行追踪。Costco 理解购物者有时确实需要退货，不过商店会记录被退回的商品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退回了一两次牛油果，也许退货柜台的员工还能理解，但如果之后继续退同样的产品，他们可能会与你进行沟通。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，只有当顾客过度频繁的退货或退货数量巨大时，才会成为问题。每周四进行一轮降价。如果你一直在寻找降价商品，通常每4周左右就会出现一次，主要围绕着过季产品展开。比如冬季服装可能在冬季结束之间就开始降价。无论如何，每周一的降价活动都会一直进行，以确保所有商品都能与季节保持一致。Costco Fans Canada 发布的商品很快卖光。员工证实， Costco Fans Canada Instagram 页面上展示的大多数产品都卖得非常非常快，很多人都抢着买那里发布的商品，很快就会售罄。员工透露，人们不仅为自己购买，也为他们的朋友和家人购买，定位因商店位置而异。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同一城市的 Costco 门店对一些产品的定价会有所不同，实际上有一个相当简单的解释， Costco 经理经常会去附近的其他门店，了解其他当地超市如何定价他们的产品。这个过程被称为比较购物，有助于门店保持他们的竞争力。但他们不提供价格匹配，因为他们的尺寸差异太大。订阅 Costco 传单有很多好处，员工都建议购物者订购 Costco 的折扣传单，通常每周发送一次。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新品促销和减价信息，以及 Costco 产品的召回信息。以上六个事项你都知道吗？警惕，中国来的新假币已在加拿大社区流通，专家提醒如何分辨。据报道，魁省警方查获了26000枚涉嫌伪造的2加元硬币，几个月后，在安省北部的又一个城市，第二次小规模查获了同款疑似假硬币。硬币专家表示，这表明一种新的伪造的硬币品种正在加拿大各地流通。今年1月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在蒙特利尔国际机场的快递仓库查获了 1.2 万枚疑似伪造的硬币，随后边境局突击嫌犯家里又发现了 1.4 万枚硬币，上周首次向媒体分享了缴获的 2.6 万枚疑似伪造的硬币照片。魁省和安省的伪造硬币都印有2012年的年份字样。硬币专家表示，这种新的2加元硬币乍一看确实很真，但这些伪造硬币有几个普通消费者就可以识别出来的显著特征，包括伪造硬币正面女王的鼻子太长太尖，在女王头像上方伪造的硬币上出现了枫叶形防伪图案，而2012年的真币上则没有。在伪造的硬币北极熊一侧，两个枫叶形防伪图案之间出现了一个 S 符号，在真硬币上数字2实际上出现在该位置。同样在北极熊的一面，在靠近熊头的右侧，伪造硬币出现了 Canada 字样，在真币上 Dollar 一词出现在此位置。最后，真币上的2012年份呈直线，而伪造硬币上的2012年份呈曲线或轻微的弧形。最先公开透露安省伪造硬币消息的是当地的硬币收藏零售商，他是一名有着20年经验的狂热硬币收藏家。他说，
伪造两加元硬币是一个疯狂的想法，但这是一个天才般的骗局，因为谁会浪费时间检查他们零钱里的硬币呢？之前的角纸硬币很容易识别，因为北极熊的右角纸与真币的设计有很大的不同。真币熊掌细节精美，假币北极熊右爪严重畸形，稍稍留意就可甄别。房子值9万，报价990万，温哥华地王长这样。温哥华的房价贵，主要源于土地价格太高。最近媒体报道中提到，一栋50年代的独立屋挂牌接近1000万，仅有10%是房产的价值，这是令人震惊的案例。尽管 BC 评估显示该房屋的价值为99,200元，但最新评估显示该土地的价值为871万2000元。由于该房产已被列为可开发项目，出售价格比评估值高出116万8800元。据报道，Shaughnessy 的这套住宅是上个月上市出售的最昂贵的房屋之一。该房由萨顿集团西海岸房地产公司代理，广告中写着，此房是该区仅剩的1940年以后可以拆除并重新开发的建筑之一，还说可以在这个地点建造一座大约12,000平方英尺的豪宅，这可能会让一些支持最近被否决的增加 Shaughnessy 密度的动议的人感到恼火。然而，该住宅所在的 First Shaughnessy 被排除在重建规划之外。室内照片显示，房屋设有5间卧室、4间浴室和4,242平方英尺的空间。留下大量剩余土地，包括超大的后院。尽管挂牌房源的优势是有开发机会，但房源信息显示，该住宅仍然非常适合居住，靠近学校，距离 UBC 也很近。房源信息最后说，这套房子是在温哥华最独特的地区，拥有房产的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可以在 Shaughnessy 拥有温哥华地王。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带您分钟了解最真实的温哥华本地生活。欢迎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